上特昏庸，重新望冤，重奸孽。不顾将士身与死，满腔怨恨，反朝问天。可恨望冤老儿结交内侍唐吕等，克扣军饷，发国难之财，大敌当前，连阵脱逃，身上有罪不问，反而委以重任，压制我等从龙护驾之人。为此，我与刘振彦等发动兵变，斩杀执掌枢密王渊、宦官唐吕等，迫使建炎帝退位，立太子扶为帝，龙与太后天真，甘愿命受问。如今大权在握，局势平稳，只是百官多有不服，我命那刘振彦胁迫智慎妃说服百官，未见回报。问好。禀大人，那日慎妃依然遵照大人之命前往，顺势不管，拥戴新帝呀。如此甚好，夫人入子之阵，能有何为？名为昭示天下，实则你我当家。只是属下来报，韩世忠、张俊等各路大军以秦王之名集结于外，深言要攻破临安，击打我等，万岁！这个，我也正为此事担忧，城内兵力微弱，怎能抵挡各路大军？也怪当初情急之下胁迫皇帝禅位，给他等留下了秦王的口吻。是事已至此，当向良策渡此难关，莫想以为那只慎妃身为宰相，颇有声望，倘能吃面周旋，可以为我所用。如此甚好，唤知慎妃前来。遵命。知慎妃见那见。
参见相君。相爷少礼，请坐。谢坐。沈妃，你乃我朝老臣，此番你能顺势皇帝退位，太后天真，可谓识时务也。识时务者为君请。将军夸奖。闻听人言，韩氏中等各路大军正在集结，申言发兵前往，大人有何高见？那韩世忠执掌九州，李都城不过数百余里，倘若新兵前来，难以抵挡。那韩世忠之妻梁红玉夫婿有子正在家中，末将派兵将他扣押，作为人质，哪怕韩世忠不顺从我等呢？此计不妥。那梁红玉乃将门之后，无以高强，况且他府中有一支精锐旅兵，倘若用枪，他必然拼死一战。韩世忠闻讯杀来，这后果嘛，不堪设想。闻听大人与韩世忠交好甚重。凡你去至汉府，顺势梁红玉，劝是韩世忠与我等共事，大人你可愿往？老朽自当效命，只是那梁红玉聪明过人，且十分倔强，若无太后之意，他定然不会听命。哎，此番兵变，你临危吃面，救了皇帝太后的性命，由你去见太后，要他降旨于梁红玉，我想太后定能应允。如此老朽遵命。
身非老儿，放心不下。他乃掌中之物，只能唯命是从。只是那梁红玉足智多谋，且有一身武艺，恐难救而发。少时末将多带人马埋伏他的府外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遵命。
太后之小玉韩夫人。小玉夫人请。相爷至此必有大事。哎呀夫人哪、今有苗府刘哲胤率领御营军发动兵变，老夫唯恐他二人伤及圣上太后性命，情急之下劝说圣上暂且应允了他们，这才罢兵回营。他胁迫圣上
传顺与你去往秀州，顺说始终与他二人共事，实则奉太后之命传旨与你小谕始终，即可联络国路大军发兵前往。红玉万死不辞。如此，梁红玉听旨。太后口谕，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，必押侍中，速其亲王。令旨。顺是韩世忠相知于我，大人，你我且后家矣。哦，且后家矣。
任兄，这几日元帅帐中灯火不息，像是彻夜未眠。闻听人言，奸则兵变，皇室深陷危难。既然如此，就该发兵平叛。元帅定有危难之处，难下决断。你我按元帅吩咐，整顿阵马，号令一吃即可出兵。所言甚是，你我分头准备。请请。Thank you.
此战朝纲，
事，我也万分焦急，只是快打失手，慢跑无事。夫人，此事又当如何？夫君，我乃问你，苗柳为何要我前来？是要你说服我与他们同谋。我回去之后怎样地回复他们？实话对他们言讲，我与凡子势不两立。如此事来，岂不是叫为妻前去送死？这至圣上太后与贤妻未及你我的儿子，这不啊，夫人岂能说我应允了他们同流合污啊？你我怎能与叛者同流合污？我并非此意。夫人是何意呀？夫君，佳音音音有旨张翻特备旨先回复他们，必须是金银黄的仙子位，方能够说服鲁大军不侵王。夫人，如此回复他们，岂能应允呐？听知臣相言道，二则对逼迫圣上退位，似乎有些回意。唯恐秦王大军到来，难逃罪责。我回去之后，向他们宣扬，各路大军必秦王。只要对他们言讲，大军一到，他们的下场头。然后我再请太后下旨，不追究二则叛乱的罪名，并赐免死牌。如此安抚二则，当能应允圣上复位。此计倒也可惜，只怕万一。情急之下，哪有万全？倘若如此，岂不是便宜了苗柳儿子吗？二则兵变，罪恶滔天，岂可饶恕？待圣上复位之后，我进宫担当护卫，联合知丞相，加固宫墙，重振羽林军，待备战事宜准备停当，你们就可大举进兵。大军压境，必然会迁怒于你。况且圣上太后有圣令虎口啊！听二次的兵力，短时之内攻不破皇宫，紧要的是兵贵神速，不等他们攻破皇宫，大军已然攻破了临安城。
时的担心你的安危，我也担心你呀。担心我何来呀？担心你潜质不够缜密，被责任察觉，后者功臣太慢，功路难以支持。夫人，我这里你尽可放心。来来来，好好歇息一夜，明日一早起程。前世禁忌，我即刻就走。夫人，孩儿他可好啊？舍己呀，边去生死度外，盖世人妻门门伺候。张军元帅，遵命。曹亮听令，在。诉讼刘光世吕浩二位将军，遵命。严守营门，唯有本帅将领不得擅自吃，违令者